针对政府或将重启消费税，工商界表示欢迎，但是建议4%税率起跑，并在一个月内退税给商家，以避免影响商家的现金流。税务专家也建议，标准税率应定在4%开始，之后才逐年增加消费税税率。若重启消费税，一、政府首先需能控制物价或通货膨胀；二、取得商家的合作，而非抬高物价谋取暴利；三、解决退税问题，政府必须从之前推行消费税的利弊汲取经验，改进退税制度，否则将给商家带来问题，面对现金流周转不灵等。另外，如果恢复消费税，人民可能不会太欢迎，因为担心商品会涨价，生活会更加辛苦，所以政府给予中低下阶层的援助金要到位。商家给政府的建议包括：一、将消费税税率减至4%，以改善有利的商业条件，带来更多投资和就业机会以及人民的可支配收入；二、逐步降低公司税税率至20%；三、所有必需品和服务实行零税率；四、维持消费税商家注册门槛为50万令吉；五、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迟退税问题，特别是对于出口商和零税率供应的企业，之前6至8个月的等待时间造成商家的负担；六、在消费税法令中纳入逾期付款和退税的规定，以确保严格遵守税制；七、通过更有效的计划来取代核定贸易商 ATS 方案、核定外包制造商方案 ATMs， 因为难以实施；八、在重新实行消费税税制时，确保建立适当的机制来监督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和反暴利行为。税务改革的目标并不一定是要征收更多税收，而是要让国家的税务制度与时并进，跟上时代的发展。